王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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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犯够我未啊？王爷，王爷，请王爷三思，放手。王爷，请听我讲啊，将曹云交俾文办，的确对朝廷、对民间都系大有裨益之事啊。胡有知系试金石，一旦成功咗嘅说话。 其他恩商就会争相效法噶啦，到时江南经济一定会搞上去噶。够啦，我讲过啲乜嘢？我要一个理由，一个点解我仲要相信你嘅理由。你谂到先至再翻嚟同我啰嗦啦。哼，起轿，王爷，王爷。 三哥，梁亲啊，梁亲啱啱瞓咗，你揾佢有事啊？使唔使叫醒佢啊？唔使啦，佢都未嬲完我，见到我咪盏唔开心。梁亲一时火真眼嘅啫，迟早会明白。我头先咧喺五方斋买啲斋菜，佢成日都知道你俾佢食。仲有啊，你记住，唔好话我买嘅，话你买嘅好啦。你一路陪佢食，一路同佢倾下讲下啦，佢唯有会好啲。我知噶啦，你放心啦。我做嘢。嗯。今日咁好餸嘅，喂女婿，好餸嘅食多兩份啦。你粗心大細都唔使扶我啦。請客啦，請坐。梁真，你坐啊？啊，係啊，我嚟探阿長鳳嘅。坐低先講，坐低先講，坐低先講，請坐，請坐。相公啊，你同奶奶坐啊。阿鳳啊。 小心啲啊！得啦，阿爹。梁春，知啊。有啲嘢咧，我谂住翻屋企先至讲嘅。不过既然喺呢度见到你咯，我就喺呢度讲啦。咩事啊，梁春？我想同你道个歉，讲声唔好意思。梁春，卓凤讲得啱。 你同正堂都系做大事嘅人，做大事又点会一帆风顺啦？嗰一日我系激动咗，说话过咗笼，你冇摆喺心啊！我梗系唔会，我知道梁真你系痛石班伙计，你想维护佢哋，我明白你当时嘅心情啦。总之梁真应承你，以后无论发生乜嘢事都好，我呢个八一婆都唔会指手画脚。 诸多事实，你想做乜嘢，即管放胆去做。结果系点，娘真都唔会怪你，你阿爹在天之灵都唔会怪你。相公，奶奶咁讲，你就要俾心机啦。我同德仔一定会支持你噶。系咯，好女婿。 以后可以喺唔使着攞家又翻嚟俾我哋攞公婆啦。系啊系啊，我同阿勇咧有少少私己储埋噶，咁慢慢搣都够使噶咯。留翻啲钱，交好表稿。嗯，好，好，得你哋咁多个一齐支持我，我一定会努力，我一定会闯一条生路出嚟。掌柜，借问声系咪有位姚文广大人喺度住啊？哦，姚文广。 成日饮酒饮到成身酒除，个样又寒酸，唔似做官嗰个啊嘛。乜你识得佢嘅咩？佢前几日咧喺我哋客栈度上吊自尽啊！吓，佢死咗？咁又冇，好彩俾店小二发觉，及时救得翻。不过第二日佢就搬走咗啦。佢搬咗去边处啊？一个理由。 一个咩理由？姚大人，揾到你真系好啦！啊，掌柜系，等阵，多谢。姚大人。
我係等佢望穿秋水，等咗你成個月都唔見你人，去衙門問又音訊全無，所以我特登上嚟揾你啦。係啦，件事辦成點啊？我對唔住，我都冇面目見你。真係一啲辦法都冇？辦法唔係話冇嘅，但我做唔到。大人，我哋而家已經走上一條不歸路。實不相瞞，我老伴都係因為呢件事而犧牲咗。所以而家就算有一絲希望，我哋都會堅持。姚大人，你要好似我哋一樣繼續堅持落去。班狗官日日寫信去彈劾我，正所謂一個大話講一百次就會變成真話。慶真王唔再信任我，佢話點解個個都唔信，淨係信我一個人？佢叫我俾個理由佢，俾個理由佢去相信一個千夫所指嘅人講嘅嘢係啱。原來就係咁樣，你就自暴自棄，終日流連酒館，借酒消愁係嘛？我終於發覺自己原來係一無是處，論正職。我比不上班狗官，他们懂得弄虚作假，虚报情迹。论辩才，我又不善辞令，唔关系就更加不用说。他们结党营私，而我就只不过一个神憎鬼厌的孤臣孽子。那你又无需要妄自诽薄的，你知吗？你有一样东西是他们无人能及的。是什么呢？就一个穷字。你身为盐道衙门三品大员，居然穷到连百亿嘅祖屋都保唔住，连专夫人都要下堂求去。哎呀，试问朝中文武百官，边个及得上你咁穷啊？唉，我而家已经够晒苦恼噶啦，你仲要嚟，仲要嚟惹住我？姚大人，我唔系惹住你啊，我只不过为你谂到一个合情合理嘅好理由。令到慶親王可以重新信任你啊！係咩？你講我知。如果我係你啊，我就會大搖大擺咁去到慶親王面前教識佢，唔好夾，話俾佢知個窮字係點寫嘅。窮字點寫？你最叻啦！就係衰到啊，連屋都冇得住，要寄居洞穴，仲要啊彎低身先至可以入得去嗰種。你睇下。單睇呢個字啊，就知道嗰個人係幾咁淒涼，幾咁困苦。最奇怪嘅仲係一個位居鹽道衙門咁肥缺嘅高官，居然窮到如此，有乜嘢理由呢？原因只有一個，就係佢係一個一等一嘅清官。試問一個咁清廉嘅清官，你都唔去信，唔通走去信埋嗰啲肚滿腸肥嘅貪官咩？慶親王。慶親王啊！得咗啦，得咗啦！朝廷已經落咗批文，准我哋搞水上運標啦！鄭爺，陣間老爺奶奶，快啲通知長鳳，話俾佢聽，阿志已經成功咗啦！好，嚟嚟嚟！好消息，好消息，傾成已經傾成咗啦！傾成咗乜嘢啊？係咪關於漕運嘅嘢啊？係啊！係咪我哋下個月就有糧出翻啊？係咯，總之。人工連利息一個崩都唔會爭你哋嘅。冇錯啦，各位兄弟，二掌柜傾成咗呢單生意，以後打跛腳都唔憂冇生意做。我即刻入去通知大掌柜。大掌柜，大掌柜，神叔，神叔，我諗到嗰度頸都長埋啊，點啊？有冇見到姚大人啫？佢有冇講過啲咩啊？等我一陣，等我一陣，大家聽住，以後每年。施白200,000匹，官窑瓷器200,000件，海盐500,000担，全部交由我哋会友镖局经苏杭押运啊！好，我唔系翻紧工啊嘛，慶親王亲自签注噶，几难咁大个字啊！三掌柜，三掌柜系真噶，冇假啊！我冇眼花啊嘛！你冇眼花，真系慶親王嘅印鑑啊！系啊，慶親王嘅印鑑，慶親王嘅印鑑！你班死仔，
你班死仔一個二個話我哋冇糧出係嘛？以後邊個夠膽話我哋冇糧出？佢一個佢一個啊！得啦，得啦，得啦。人哋高興啊嘛！咁以後啲債主係咪唔會再揾上門啊？有朝廷公民做擔保，以後嗰啲銀行老闆想唔借錢俾我哋啊？佢哋撲奔頭咁借啊！佢哋以後再咁嚟搞搞陣咧，我攞10萬兩銀出嚟，唱曬上銀，逐嚿逐嚿掟死佢哋！奶奶，奶奶，丈夫，講你翻嚟啱。有好消息噶！爹同阿娘咩都講曬俾我聽啦。係啊，即刻老爺，即刻嚟啦！相公咧？嚇！啊佢頭先仲坐喺度㗎。係啊。相公，Hello， 北美嘅朋友仔，快啲 follow 北美 TVB USA 官方频道啦 ！TVB 精彩节目片段每日更新，随时随地追贴节目同埋艺人嘅消息。